大家好，我是罗明，欢迎回来魔兽世界。那就来开补开补 ，S140，哦，牧师的 S140。是我。我第一颗你们就不打。哇，这躺会不会太软了一点？啊，没有，我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软了，主要不是因为他软，是因为狂怒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这周是狂怒跟火爆，狂怒那个血量压低，那个伤害真的是会很高，很恐怖，应该说会很痛，不是很恐怖，是很痛。对，我想说奇怪，他怎么会突然大爆血？哦，他们单点那个什么的能力真的很差。哎、欸、干！你老师哎、欸，猎人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好没事没事，这牧师感觉不太行啊。对啊，他只有 DP 单体 DPS， 好像有高一点点。对啊，好像有高一点点这样子。其余的时候，他的 damage 我真的不觉得他的 DPS 会高。
这坦克会玩啊，它装等算作199，它会玩，只是观念上就觉得有点落差，对。对，因为你没有，你实际上你没有到很硬，对，你没有硬的，就是说狂怒加多少一百趴震伤的时候，你还我可以完全扛得住的那一种，对你完全扛不住，对，所以我还是要跟他讲一下，就是等一下狂怒的时候，你务必对，请跑一下。因为太痛了。因为太痛了，真的太痛了。紫灵法师，来呀、啊！我要为山底寇司报仇。这么想加入你手下的话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给你拿矛，你还打这么低哦？正义会制裁你。你居然敢阻拦我飞行，这一定会好好回报你。
愚蠢的太皇，你是无法阻止我们。这数字到底在冲哪小、啊？哦 ，DPS 烂，又不会闪地板，连地板技这种地板技都能死，然后连正面也闪不掉，什么都闪不掉。直到消灭空中的入侵者前，我们都不能停歇。我在这里率领作战，我的仕途会带你去王城。是我们要阻止这个暴信。龙死我没有补得很好，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吧。对啊，有些东西不至于这么夸张吧。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完全不会闪招。我不是说坦克啦，我是说那个术士。对啊，我是说那个术士啊。我不是说那个坦克，那 DPS 打这么烂，你说坦克有拿球这些打赢你们就算了，但风票看不懂，是看不懂，数量够，出自219的数字，下一座神殿，好吧，算了，再等一下下就好。我的新作品要用的材料终于到了。秒杀！就跟你说，你他妈的要跑，不信。妈199那么硬，扛屁呀、啊！跟你说要跑你不跑，死了吧。
没差啦，这坦克没就是狂怒跑的慢一点，其余的都还好。对，其余的都还好。这组真的是不适合打火爆，射击猎现在打火爆真的是不快啊。阿木更不用讲，阿木跟痛苦树根本就打不了火爆。不放魂，那边睡觉睡屁呀、啊。最后的时光吧。坦克完全不行啊，他完全没有那个狂怒要跑的观念，你知道吗？他以为他自己很硬欸，他真的一直以为他自己很硬欸。50%的血直接死去。
不错，直接秒杀。预料之内的事情啊，老实说。整场仗都只这样消了十一失次，败了。去死算了啦！小狂怒是很困难，是不是？整场战斗这么多怪，你每一波怪消一次狂怒很困难吗？每一波怪不可能你只有消一次狂怒，绝对不可能。一波怪你至少可以消两次。对啊，你瞄准射击接个消狂怒很困，驱散很困难吗？很困难吗？我不懂，我是不觉得很困难啊。能把这两只？对，我是不觉得很困难啊，只是我觉得他好像很有困难的样子。就是他很有困难，所以他的狂怒才会只消失一次。要用的是我要保你。忘记给他注入了。非得毒死就能解决你？疯死你！是不败呀！是的，我还没排除最厉害生灵宝应该被毁灭。
人能躲过这场风暴。收工了。躲过这场风暴，我收工你了。能躲过这场风暴。这场风暴，收工你。既然能躲过这场风暴。这场风暴，收工你了。能躲过这场风暴。你鸡呗！哦，怎么会跑到他身上？当地人能躲过这场风暴？回群区哦，隐山啊，隐山加群区啊！真的。一定要打这个术士，真的不行哎、欸！算了，没想到这样打还有办法加一。那些人能躲过这场风暴？哇哇，圣坦克了！打爆这个盾，再一刀！这他妈撞地！这术士根本就来闹的啊！这暗牧也是来闹的 ，DPS 打的这个也太烂了吧！这怎么打可以打这么烂？我不懂。装等206加一个219可以打这么烂？妈的！凯哥讲我就要直接退队了，快受不了了。对。开讲吧。好，这把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